水灵灵，听说你最近在学习做丝绸？咦，丝绸不是用蚕茧织出来的吗？怎么是磨出来的？这不是丝绸，这是我配的中药。什么中药？你生病了吗？不不，是蚕宝宝，我配制这些中药，希望能治好它。原来是蚕宝宝呀。这药闻起来怎么跟药方上写的不一样呢？水灵灵，我找到了，原来你的药方里还缺少一种中药。怪不得我配了好几遍都失败了。书上说还需要一种带斑点的灵芝草。这么说没有灵芝草就吃不好蚕宝宝了。蚕宝宝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水灵灵，你不用这么伤心，不就是一颗小小的灵芝草吗？我帮你去找。真的吗？可是你知道哪有灵芝草吗？包在我身上，对我来说小菜一碟。太好了。走，木吞吞，跟我一起去调查。输入信息。哈哈，找到了。哎呀，怎么是这样？怎么了？原来那种斑点灵芝草是十分罕见的中药，很难找到。什么？我们太小看它了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要我说，你就不该这么轻易许下承诺。找不到灵芝草，水灵灵一定会更加伤心。我哪知道灵芝草这么稀有的？博士来消息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基地吧。好吧。火匆匆，查到灵芝草的信息了吗？快了，很快就能找到。我相信你一定行。嗨，亲爱的五星蚂蚁们，代表诚信的信息小灵珠在英格兰的巨石镇出现了。巨石镇是史前时代的文化神庙，由数十块重达50吨的巨石组成，据说是按照太阳照射的方位排列而成，极为神秘。不就是几块大石头吗？有什么稀奇的？不要小看他们，这些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巨石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。巨石镇到底有什么特别？去看看就知道。我们走吧。哇，这些石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巨大。小灵珠应该就在附近，我们四处找找吧。老大，小灵珠呢？小声点，五星蚂蚁就在附近呢。小灵珠在那儿。哪里？看我的，烈火流星！找到了，轻松到手。看，我拿到了。谢谢喽！什么？到手了，这就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老大，你好牛！又是你，雷震震！气死我了！五行召唤，燃烧吧，美丽的焰火！烈焰金刚！谢谢你，水灵灵。来了。什么？烈焰咆哮。我才不怕你呢。谢谢雷波。火匆匆。哎呦，摔得真惨。我们走。轻松到手。把小灵珠交出来。
你跑不掉的。可恶，就凭你们。我来了，撞死了，小灵珠飞走了，大家快找小灵珠。快快跟上，别让他们先找到。小灵珠到底掉哪儿了？应该就在附近，大家仔细找找。这棵草好特别呀，是灵芝草，跟树上的图片一模一样，不会有错的。真的耶，运气真好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了，难道火葱葱找到小灵珠了？快去抢。太好了，跟上。什么？天龙剑锋。小灵珠是我的了。唐小小接住。我接住了。不对呀，老大，这不是小灵珠。什么？不是？你们快把灵芝草还给我。灵芝草？他们抢走了灵芝草。你们真的找到了？什么东西都要抢，你们真不要脸。一个不走谁稀罕，还给你。等等，这棵草好像对他们很重要啊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把他们引开。唐小小，把它吹走，有多远吹多远。我懂的，老大，暴旋龙卷风。我的灵芝草。水灵灵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兑现承诺的。嘿，看我的。嘿，拿到了。我们快去找小灵珠。我懂的，老大。好险啊，吓我一跳。火葱葱，你太乱来了。就是啊。哈哈，小灵珠已经被我们找到了。五星蚂蚁真笨，为了一颗不走追了半天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。我们撤。可恶，小灵珠被他们抢走了。没事，下次再抢回来。给水灵灵，灵芝草。灵芝草太好了，有了它，蚕宝宝的病就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，火葱葱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答应过你的事，许下的承诺就要拼尽全力做到。说得对。这个小灵珠就是绝地大反击的开始。快去准备终极计划。那是什么呀，老大？核桃，核桃，又香又脆的核桃，先找个东西砸开它。真够硬的。得想想其他办法。这核桃也太硬了吧。豆豆豆，你干嘛累成这样呀？这是我在客厅找到的核桃，可试了很多办法都打不开。哼，白费了我这么多力气，不吃了。核桃有这么硬吗？我来试试。怎么一下子就砸开了？我也没怎么使劲呀。一定是土豆豆刚才砸了那么久，正好差一下就砸开了。原来就只差一下呀。吃货的小宇宙还没爆发呀，不坚持信念怎么会有收获。哼，我现在超级无敌有信念，我现在唯一的信念就是把那个核桃全吃光。
我也好想吃核桃，可是老大派我监视五星蚂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。博士有小灵珠的消息了。嗨，亲爱的五星蚂蚁们，代表诚信的信息小灵珠出现了。这次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，它位于俄罗斯首都的中心，其雄伟和美丽令世人惊叹，是非常著名的历史遗迹。好特别的洋葱头建筑，土豆豆一定很感兴趣。什么？又有吃的吗？算了，我们走吧。等等我。太好了，打听到了小灵珠了，赶紧回去禀告老大。哎呀，原来这还有一颗核桃，运气真好。老大，我打探到消息了，小灵珠就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上。很好，这次我的新发明一定会让五星蚂蚁们好看的。王小小，我们也赶紧出发吧。怎么还是打不开？难道是金童童说的那样，信念不够？我来帮你打开。磨蹭什么？再不走，我就让你变成这核桃一样。老大的发明好牛啊！哇哦！这是我见过最雄伟的建筑群。小灵珠会在哪里呢？好像在那儿。我们赶紧找个地方降落吧。谢谢你们给我带路。金刚拳。哈哈，拿着块破砖吃瘪了吧。豆豆豆，快去取小灵珠，这里有我呢。好的。竟然敢取笑我的发明，让你试试他的厉害。泰山压顶。大家快顶住，别像他不来信的大力士。哟，干得不错嘛，让你们尝尝小灵珠的力量，能量吸收启动。怎么会这样？感觉力量在被吸走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拿到了信息最后一颗小灵珠。方小小，绑住他们。是的，老大。大家有危险了，看我的。五行召唤，点亮的诚信的光芒，大地巨人。我来啦，五剑捆绑。总算赶上了，可是我的力气怎么越来越小了？偷偷的小心，雷阵阵在塔上面放入了小灵珠，可以吸走你的能量。快想想其他办法呀！我快没力气了。看你还能坚持多久？还是早点放弃吧。土豆豆，你还记得核桃的事吗？你要坚持住，不能放弃呀。对。这次我不能再放弃了。弹涂飞索，不行了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豆豆，不要放弃，最后一颗小灵珠就在眼前了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土豆豆，要有信念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加油呀，兔豆豆。对，我要有信念，一定要有信念。
才能救出大家。终于收集完最后一颗小灵珠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终于也有心机甲了。太好了，我马上救你们出来。凝土硬化。总算得救了。雷阵阵，你们太可恶了，我现在就要好好的教训你们。哼，以为换了套马甲就能打败我吗？雷霆一击，飞檐粘土硬化。有两下子吗？雷霆一击，粘土墙硬化。可恶，竟然打不动他呀。老大，我们干嘛要跟一面土墙过不去呀？对呀，绕上去电他。老大，他用粘土做出了大炮，快跑！走什么？这边有我呢，再来拼一击！粘土巨炮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呀！下次小灵珠一定是满天才了。土豆豆，这次全靠你，我们才能脱险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多谢你们的鼓励，让我有足够的信念坚持下来。现在我们终于收集完所有的小灵珠了。接下来还有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可恶可恶可恶的土豆豆，你还在吃？不知能干啥了。